你们俩有啥杂技呢？哇 ，Lucy， 你今天很美。谁比较傻一点？我选好吃的了，你吗？啊？你比较傻。我放选买好吃的呀。我也要吃。吃一会儿就买。一会儿买啥？啥买？这是我的手包酒，还有一百呢。哇，我有三百。看那个，我有四百。我积分还差一分就三十个积分了，我四百多。三十个一个积分，三十个积分你也看。我以前有，我以前积分有150个积分，一个一个换了。我四百多呢。那你准备要换什么呀，李思？我四百多钱。哦，现金不是卡。哦，那你三十分要换啥呀？40分下面就有，哎呦！你不准备攒到50再换吗？我想攒了，但是老师，你下课的时候能不能？